天都亮了，我们还不懂这爱情路究竟带我们到什么地方，是要继续仍旧坚信，还是回到原地。如今此刻的我的确是有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系 G12， 我系 Benedict， 阿 Kola。咁我哋点解会唱《不懂》呢首歌呢？其实系因为咧，本身我就好中意唱林俊杰《不懂》呢首歌。咁阿 Kola 咧就识唱《记得》呢一首歌。咁其实《不懂》同《记得》咧系同一首歌嚟，系张惠妹同埋林俊杰唱。咁所以我哋就将佢 crossover 咗，而家就变咗合唱歌啦。系啊，咁你觉得头先我哋表现点呢？我觉得我哋其实表现得 OK 嘅，即系我哋都尽咗力。咁 Kola 带住我唱啦，不嬲都，即系佢教我唱，咁所以我哋系。系啦，佢带嘅我，但系我哋就 OK， 我哋即系都合拍嘅。我哋练习嘅时候，咁我哋希望有共鸣啦，即系希望观众同埋评判会听到我哋投放感情落去嘅。OK。